Thank you, thank you.宝牙、宝音、宝笑容，大家好，我是三宝牙医吴医师。今天我们很开心在这个微视野这个场地上课。我们这次主要上的是，岩田淳，老师的课。他是日本知名的讲师。我们在的场地是微视野台中教育中心，全部配备的是。Estelo 蔡司机的显微镜，这一台也是我们诊所所购买的显微镜，造价一台宾士级的显微镜，有没有看到？一台将近200万，全口假牙的自备啊，从以前我们。在学校教过的，到现在我毕业12年，我们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全瓷冠才刚推出来而已。所以连上课老师都不太懂这个领域。到现在，从金属假牙到全瓷冠，已经非常的流行跟热门。所以到我日常的治疗里面，99%都是用全瓷冠。这次上课，日本的老师，日本的老师就是全程用显微镜在修磨假牙，来教我们怎么制作，所以牙科的演化已经越来越热门，从肉眼到放大镜到显微镜的制作，备牙，这是现在的趋势，所以这次的课程主要教的是贴片、纤体，然后全瓷冠的制作、修磨，老师都是显微镜的使用，今天所以这次在的场地听说耗资了5000多万，全部配备的显微镜，所以也是非常大的，有点像爱心的形状。环境设计哈，所以显微镜的好处像我自己，除了今年采购了蔡司的显微镜之外，也采购了其他的显微镜呐哈，虽然它费用很高啊，可是对患者是对保留牙齿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因为在显微镜下才可以小心的。把齿质保留下来，因为视野放大，医生看得清楚，在修磨的时候才会精准，一磨出来的假牙才会密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做到微创，去除最少的修磨最少的珐琅质，来达到最少的破坏。第三个，美观。因为硬得好，做出了假牙才会好，所以我们这次很开心的参与这个日本岩田淳老师的课程他也是日本审美的医师，也受邀了国际上到处的上课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收获是非常的大，也开心，希望将最一流的修磨假牙技术能带回去台北，造福更多的客户患者，然后有美丽的牙齿，然后最少的破坏，然后让自己的牙齿能够用到最久，
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部分啊，齁，所以以显微背牙修磨牙齿的部分已经是现在的主流，所以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么棒的场地来做显微镜的使用啊，齁，提供好的设备给患者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齁，虽然这些投资不一定能回本，但是只要对病人好的设备慢慢存就有了，可是牙齿修过去修了多修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就回不来了，所以给患者好的能够好好保留牙齿，这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心愿，谢谢，继续帮我们按赞分享跟订阅哦，拜拜。